6月3日，有媒体拍到陈学冬深夜带两名女子吃饭后在街头等车的图片，三人互相打闹，陈学冬还搭上了短发女生肩头，动作轻衣，而陈学冬更是直接从背后抱住长发女孩，还双手紧紧握住女生的手，与对方十指相扣，背后抱，画面十分甜蜜浪漫了。两人就像连体婴一样慢慢走向车子，将短发女子送回家后，陈学冬带着白衣女子坐车返回自己的豪宅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